关晓彤现身欢乐谷，看到她的穿着打扮后，网友穿成这样怎么玩？提到关晓彤，大家都很熟悉的了。作为国民闺女，关晓彤一直都是非常的优秀，也是大家羡慕的对象了。而且关晓彤本人也是很优秀的呢。自从与鹿晗在一起后，关晓彤真的是越来越有女人味呢。果然恋爱能让人变得好看，不过不得不说她是幸运的呢，遇到了鹿晗这样的好男友。一般娱乐圈中的明星有了恋情都会藏着掖着，毕竟宣布恋情会影响自己的事业吗？但是鹿晗却大方公布了他俩的恋情，也是非常不错的呢。而近日有网友拍到关晓彤现身欢乐谷，在保安的包围下走进了游乐园内，不过网友们却直言穿成这样来游乐园玩似乎不妥吧。要知道一般游乐园玩的都是比较刺激一点的游戏，穿成这样怕是很不方便了。对此你们怎么看的呢？欢迎留言哦，记得关注小编。